哎，佑廷，我们有荣幸可以喝到你的那个 latte 吗？可以，现在吗？我喜欢这个，我先帮他泡。你要试弄给我们看是不是？嗯，好，先帮大家泡一遍。哎，你第一泡就要成功了。啊！不要浪费原物料，因为那个你所有的备那个都是备好的哦。啊，浩哥，你不能当老师，太严格了。先煮一杯给浩哥。你有喜欢在这边这样做吗？好像有。对啊，我也蛮喜欢在这里切做这些东西的。我觉得每次回来老务这样做饭备料，我都觉得蛮开心的。浩哥，哎呦，这个图形是我后来自己研发创意的，就是蛮可爱的。我想说爱心有点太单调了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是 OK 的。但是我觉得这样客人应该不会拍照，对不对？嗯，应该不会。不够。对。好。Little flower， 想拍照吗？我觉得最满意的，我不会想拍照。图案蛮正常，蛮普通的，好像屁股啊。